我是林志胜，是一名棒球选手。为了在每次比赛中都能突破自己，所以除了练习，还是不断的练习。传球的时候要快速精准，将球送入队友的手中；打击的时候也要扎实的打到球。333其实是我意想不到的记录。在球场上奋斗，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球队争取最好的成绩，不断自我要求，才能更贴近完美。做到完美不容易，但即使生活中的每件小事，我也都讲求精确完美。像是刮胡子，也要刮得一根不漏，才有自信面对任何挑战。为了达到极致，每个细节追求精确完美，才是男人的浪漫吧。